大家五月节快乐！长咱学会晓安怎来白粽，我知影为虾米每年这个时阵拢爱白粽。这是因为呀，伫较早中国南方的人认为家己是龙的专利，因为伫咧浙江，各家的物件包在树皮内底，当你被江内底去，这就是白粽的由来啊。曾国介绍到五月节的由来，迄是因为呀，因我哥会伫咧浙江。爬着船去看因的亲戚甲朋友，欢喜的时阵呢，搁会比赛，所以呢，就变作爬连船来嬉笑啊。今日咱要制作另外一项传统的粽食品，然后试食兔兔啊甲煮好的美味的素粽。讲到五一节，阿仔我细汉时阵拢会挂香香哦。哇，足够准呢！阿姊，你教我安怎做？好啊，等下我教你做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这香香有啥物作用？这我知，香香有辟邪的作用，同款有些作用的，佮有遐佮轻阿机，这两种拢会使挂伫个门店。来，阿姐，你帮我挂一下。本来都有特别的气味哦。古早人讲啊，佮遐佮轻阿机，放伫个露水水内底，摕起来洗。热天人较袂洗杯啊！哦，这植物真正足神奇的呢，唔单会使食，阁会使做药材哦。对啊，那呢，今麦我来看妈的这香香要安怎做。好啊，来，我先去遐坐一下。那呢，阿姊，今日我们要做啥物款的香香呢？今年是好年，所以我们来做好的香香。我们来看妈的香香的材料有：布、线。这线嘛，会使用较细的线哦。啊，搁有笔、剪刀、线、针、手擦粉。好的目睭。米啊，还佮有糕啊，那呢，即马会使开始来做香香啊。好啊，我先揢一个黄色的布，我用这来画一个圆。佮画第二个。那呢，我来教。好，像安尼，阿文爱会给你爱留一寡边，等下会使添的哦。好，冇问题。搁起咖啡色的布，画两个较细圆啊。小妹，安尼真麻麻烦，你甲我加一下。好。安尼呢，阮还阁有皮仔会使用。皮仔看你介意啥物色，甲啥物形体的，拢会使你哦。那呢，我要学些三角形的。哦，安尼我来画一个三角形的。这个呢，加软圆就会变作安尼哦。边啊留一寡边，咱就会使添。安尼两个圆拢加好啊，我阁把一个圆揢起来，放喺面顶。我来画两个较大一撮的圆啊。这个鱼做好啊，好，安尼先放诶，安尼呢，画两个大鱼了后呢，我嘛赶快改加来，来，好，下记下卡爱留一寡会使听的所在，嗯，好，你若加好啊，就会使把这拄只阮加落来这细鱼啊，带伊面顶啊哦，安尼，我先揢一个这面来，我先来把目睭搭起哩。
先把它摆起来，摆好了后呢，我就可以把它炸起来。就打好啊！拄只呢已经画好片啊，阮个嘛家己个沙甲先家加落来。来，多谢你。家边小块阁收一个，是较好看一个。是，嘿，我的耳仔做好啊，好，安尼这呢耳仔我嘛家夹好啊，我嘛家搭起哩哦，安尼面搭起来就变成安尼啊，过来是嘴，爱用甜的，我先用鼻家伊画一个 W， 安尼麻烦你甲我揢乌色的线过来，甲针，嗯。我是来刷，哎，安尼，我就对着阿伯啊这边开始填起来。在填的时阵，我爱说你哦，莫去用到边仔的人。填好了呢，我就伫咧阿伯拍胶。安尼吹就好安尼，系啊。来，你看，这吹起来就安尼啊。哇，阿明做好安尼。唔过，敢那惊啥物呢？看卖，啊，是温度啦。对啦，后来头头顶有亲像王的温度哦。安尼，我进来加一个啊。嗯。来，再放你只。好。摕咖啡色的布，来加两条较长的线。来，给它摆起来。再加两条较短的。放中哦，嗯，对。安尼，搁加四个，甲粗一撮诶，大面诶两边。再加放诶面诶两边。开啊，加较短一撮啊，大卡。哇，安尼好诶，面做法呢，足高级诶。系啊，安尼再来都家己提起来都会使哦。嗯，安尼我甲正面诶放诶下卡，甲面诶正面嘛放诶下卡，盖起来，搁甲拄只用好诶耳仔。奇怪，还阁有锁啊？这锁啊，会使用较水的哦，伫面顶拍一个角。会记哩，留下骹爱留较长的，安尼才会使挂伫个身躯顶哦。来，阿姊，好，啊，这锁安尼，阮就家己个夹囥个中央，
嘛都会使家己提起来啊。安尼麻烦小妹教我起黄色的线，甲针管。黄色的线，来。好，安尼呢，我都对遮开始提起来啊。我拄只有诶线，我都照迄线咧提。差不多啊，这样咪差不多啊，我就先甲伊拍夹起来，先甲伊拍夹。为什么爱留这个空呢？因为等下我爱先甲伊变怪，才会使用物仔落去啊。哦，安尼啊。嘿，安尼，你小妹，你先帮我夹物仔，我一寡素菜粉嘞。好。好，我来。哇，变怪。会记得要变的时阵要较细腻的哦，啊，无独家娘的物件会落怪。那呢，阮一个有泡面，安尼就会使啊。阿姊，我问好啊。好，安尼麻烦你甲我摊入边。你先帮我擦一下，好，啊，我先来用线。待会还佫把空气起来，所以还佫加一挂线落哦。刚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安尼我就开始家提起来啊。就安尼先家合起来。来提起来哦。啊，再有一个工的，我都给伊藏里边内底。佮继续给伊添落去。这所在呢，较无好天，所以你也较细腻的哦。嗯，我小心莫擦着手哦。好，安尼填好，嘛甲伊拍夹。这个干呢，我嘛同款，家己插入去内底。好，安尼呢，我个最后都完成啊！哇，完成啊呢，就个最后消耗。哎呀。你若是有玲珑啊，嘛使家填下骹，安尼更加高水哦。是啊，而且嘛真简单呢，大家嘛会使做看卖，你家也烧好哦。安尼做到这，阮多只的人干嘛要熟啊？阮今来去看卖。好啊。
先把火浸较细一撮啊。阮先摕一粒出来试食一下。摕过来时阵爱洗你哦，莫互烫着啊。好，多谢你。来，用夹刀把它夹起来。啊，拍开的时阵爱洗你，会足烧的哦。那呢，今麦我来把掌拍开看麦下，看内底敢有色无？那无色的，无色的话，会安那嘞？无色啦，伊的米看起来都会一粒一粒哦、喔。是啊，那呢，今麦我来看来，阮拄只晒掌拢有色啦哦、喔。阮今麦来试食看麦下。来，阿姊，你切尝看麦。有鲜安尼。哟，那呢，我嘛要食看麦。小小食起来真好食呢，而且不过有香菇的香味哦、喔。啊，不过啊，嫩起的肠嘛，足好食哟，伊的滋味食起来较 Q。是啊。一般呢，阮直接食都咸啊。啊，不过啊，也可以看个人的口味，加一寡豆油或是甜辣酱。那呢，即摆有多餐一点啊？安尼我食看卖的。食起来味会无同款哦，较无同呢。是啊，嘛有不同款的口味。是啊，安尼，阮就会使把火禁掉啊，把掌拢先给伊揢出来。提掌的时阵，嘛会记哩，爱小心，莫互水烫着啊哦。先揢起来，伫个鼎底，把水向伊打一下。那呢，阿姊，我问你，为什么阮要食素粽呢？哦，迄是因为啊，阮饲上侪猪、牛遮个动物，伊会造成个阮个全球暖化，所以阮若是加食素，就会使为阮个地球尽一寡心力啊。是啊，而且阁会使分予朋友食，予大家食看卖，素食个上嘛是足好食个哦。希望大家甲阮做伙食素环保。救地球！感谢你收看无上书电视台，素食主义。希望你喜欢今仔日的节目，再会。
For more details, please visit www.suprememastertv.com/VEG.